下面我们讲一下八头小气泡的安装以及使用方法。第一步，拿出仪器的配件来以后呢，把这个挂件用三个螺钉固定，把它上在仪器上。第二步，把钒钛的这个插座插到上面。这个拧紧就可以了，然后把钒钛可以直接插在上面，钒钛无针水光的枪直接插在上面就可以。只有光面罩是放在旁边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插的。我们没有办法放的话，可以放在仪器的上面，只要不滑下来就可以。那么仪器的连接呢，每一个治疗头都有它相对应的插孔，这个插孔是不可能插错的。这个两针的必须要插两针的插孔，三针插三针，四针插四针的。最后我们把电源线连接好。那么这个仪器呢，一共是有八个治疗头。现在呢，第一步我们先给仪器加入纯净水或者是溶液。这两个瓶子是加入纯净水的，它都是相通的。左面的瓶子是吸沸水的，按后面的开关开机。开机以后就会显示八个治疗头的名字。第一步，我们先看气泡比，这个是气泡比。那么气泡比的话，配备了八个治疗头。一般是用这种大口的、瓶口的用的比较多，它的吸力是最大的。点击气泡比，这个工作时间我们可以调节的，一般不需要调节。点击 Start 开始工作，开始工作的时候，它就会吸入皮肤。那么水的话是包括吸力是用这个按钮来调节的，向右旋转调节吸力，向左旋转调节水量，水量和按钮是相辅相成的，不可以单独调节一个。一般做顾客的时候，尤其在三角区，那么做吸黑头的时候，一定要先吸黑头的时候，一定要先给顾客做冷喷、热喷或者是热敷，让毛孔彻底张开以后，匀速慢慢滑动，由下往上慢慢提拉做。那么操作结束以后呢，可以点一下 Stop 停止工作。这是第一个气泡笔，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冰封头。冰封头呢，就是给皮肤做，给顾客做完了项目以后，可能感觉会有热感，那么用这个来做冰疗的，做皮肤。这个10呢是调节它的制冷量，再点一下 Start，它就会开始会很凉。那么除了这个头，这一二三四个头都要配合凝胶类似的产品，包括面部的凝胶，都是做面部的。那么冰封头的话，做面部的话都是要。你做面部给顾客做的话，从下到上匀速慢慢往上滑动，提拉着来做。这个是冰头，它会有制冷的量。操作结束以后，点击下 Stop 关机，返回下一个超声波头。超声波头是这个，这个头呢也是用它来调节能量。点一下 Start，做到顾客的面部的话，会有一种热的感觉。这是我们的超声波的能量，操作结束以后，点一下 Stop，返回。RF 射频能量也可以增加，10是最大，1是最小。点一下 Start，这个呢也会有热刺的感觉，就感觉一股热流注入到皮肤里面。那么这个不会有太刺的感觉。然后结束，操作结束以后，点一下 Stop，返回。后面呢是这种微电流，这个微电的我们可以做面部，也可以专门做眼部。这个的微电的刺激会比较强烈一点，所以尽量调节的话，能量从低里开始调，从二开始调，做到四五六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强烈。另外呢，这个做面部的时候一定要两个极同时贴在面部以后才可以。比如说，这是我们的皮肤，一定要让它这样来做，不要一个极来做。
这个结束以后都是需要把它这个治疗头清洁一下的。结束以后点一下 stop， 返回。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光子面罩。光子面罩呢，它有三种到四种不同的光。这个红光是专门祛痘用的，美白用的。那么绿光是镇静皮肤的，蓝光是美白的。也可以有自动模式。如果自动模式呢，它就会定点几种光线来循环。那么做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给顾客配合面膜做，也可以不配合。其实这个绳可以不带，直接放在顾客面部让他来做。一般操作时间为30分钟，这个不会有太强的热刺感，可以来调节光照强度。客户的话全程闭眼的，结束以后，它这个结束到时间以后，它会自动停止。你设定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这个不太需要美容师来操作。结束以后点一下 stop， 返回。下面是这个注氧枪。注氧枪呢，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瓶里边加入店里边所需要的任何的液体的产品，包括膏状体可以稀释了，加上以后包括精华素，从这里边来拧紧，这个底下来连接好。连接好以后呢，后边是调节我们的喷的吸力的大小的，稍微旋松一点就可以了。点一下注氧枪，点一下 stop， 然后开始工作，这样的话就会给皮肤注水补氧。然后点一下 stop， 结束工作，返回。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凡泰水光。凡泰水光呢，做之前一定要用我们的凡泰套盒。那么这是里面的所有的配件。吸产品的时候要把它套上以后，然后把产品吸进来，把它去掉，把这个液体加到仪器上。凡泰的水光调节的话需要调节后退，点一下它中间出现框，它就开始后退。我们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然后加上以后可以再点前进，直到它把这个蒸汽顶到前面去，排出空气，这个一定要排出空气，然后两边来固定。固定好以后安装针头，这个面一定是朝外的，中间有一层卡槽，正好卡在这一层，这样就可以安装结束了。那么这上面的 outside 和 inside 它是调节它的出针深浅的，一般调节的速度在3-4-5就可以，最高是20，剂量也是一样，剂量和速度是相辅相成的。调节好了以后点一下 stop，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工作。如果觉得快呢，我们可以降低，如果觉得有刺感强的话，可以调 inside 往里调针，这样的话进入皮肤的深度就会很浅。做完了以后面部可能微微有一些发红。操作结束以后点一下 stop， 返回，结束工作。这是所有的这种八个治疗头的它的操作方法。然后操作结束以后可以清洁仪器，把仪器关掉，拔掉电源，结束。